欸，来，还有问题，来，来。我其实想要回应一下那个蔡长老的话哈，其实我因为我一直咧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虽然咱一直咧讲咱的祖先是为中国来的，啊，不过唔通袂记的，其实伫咱的血内底有足大的部分是日本族的血。啊，因为我感觉吼，长期以来咱的思考以男性的思考，诶，迄个父系社会思考，所以咱感觉讲咱的迄个。祖先是对中国来，啊，不过我感觉母系社会的发展其实是对一个国家来讲是搁较有利。多谢，多谢。平埔族是母系社会吼，像我靠边仔遐就是拢是来养，哦，是来也是母系社会吼，母系社会，哦，啊，所以其实台湾哦，啊，当然这真深的迄落大家搁探讨啦吼，其实到已经是变作融合一个。变成一个新兴的民族出来了，哦，当然，咱的祖先为中国来，但是遮南投遮的原住民啦，吼，啊，是讲其他迄种，即个所以即个文化是足特殊的，即个民族嘛真特殊吼，是已经变作一个独特的、很独特的一个文化，哦，好来，哎，明耀，喂，我昨昏看公共电视吼，有一个叫做陶侃。贤母、贤娘啊，贤母的看，这个戏剧吼，这是歌戏，但是我感觉，咱甲搬去这个国家剧院的时阵，伊变作一个真趣味的物件，啊，变作一个真，其实甲这个外国的这个歌剧会使比拼的，但是，咱台湾人够感觉看歌戏真欢喜无？啊，我住的社区吼，我住的社区是大稻埕，我伫遐租厝。我想要去租遐，因为遐厝足久诶。啊，即一礼拜来吼，我住妈祖经边啊，伊妈祖经逐工拢咧搬瓜去。啊，若下晡一点就开始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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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就开始唱瓜去啊，啊，唱到暗时啊九点半。我是讲，看诶人足少诶。啊，搁有即个戏曲，我常常咧唱三歌互即个洪娇姐啊因听。无这边看过，那边山有无？这种山歌，但是咱台湾的年轻人其实都已经忘记这文化的资产了。啊，包括这个南管、北管、八音。啊，我甲阮同学吼，那去听到这啦吼，大部分拢是庙里嘛。有一届去鹿港，我甲阮同学讲，哇，他这做得很好听，像一挂老伙仔里遐哩伴奏。但是阮同学讲，我这看听起来人咧出山咧，啊，所以这种文化物件其实都慢慢咧消失去啦。啊，所以你若讲台湾的这个意念内底，我还记得我是去读历看台湾的历史册，啊，去欣赏这种艺术的物件，我才会感觉讲，咱台湾在地有这么侪文化重要，所以像老师其实，阮伫八十岁时阵吼，其实伊拢定咧推广这啦。啊，所以伊咧做两厅院的总监的时阵，其实那时候很多咱的台湾戏曲拢去搬去国家剧院啦，搬去这个两厅内底啊。较早敢有迄个资格无啊？你啊，中国国民党的时代，伊拢一直甲你压迫嘛。所以咱去用教育，佮到尾变作要怪这个少年仔无要出来的时阵，因为第一个他文化认同就有问题了嘛。咱遮尼好听的歌曲，包括最近我看台南吼，牧师遐的西拉雅族嘛，西拉雅。因开始有咧做祭典啊，哎，因个恢复为祭典，因为你小林村灭掉之后，他担心他的文化不见了，啊，所以个开始啊来拜阿里做啊，啊开始有咧祭典，所以我看慢慢的啦，慢慢的啦，只要咱愈来愈这个 open 吼，啊，这个文化会搁转来，啊，上重要我感觉教授最近有翻一本册叫做《自我解放》。不止我们要看呐、啊，其实我发现年轻人也要看呐、啊，因为在很多议题上哦，伊拢感觉阿波涛咯，有时我就悲哀哦，读册读到管闹吼，所以阮同学内底吼，几下拢无头咯，啊，像无书你讲的失业联盟，我大概看十个有八个无头咯，啊，拢读到大学毕业吧，啊，嘛做兵回来啊，啊，拢要三十岁啊，要安那？但是因
唔知啊，我来你做这个时阵，因为电视也是哩，网络看到我的文章顶顶的物件，因为讲，啊你做这哪有效？啊政治是啥？阮都唔捌咧，啊阮都唔感觉这无兴趣咧。但是我感觉这是你的生活要争取的物件。伊可能想讲我家己无头路，足可怜的。伊不要讲，因为我无头路，我要抗议这个政府的无能，要安怎来抗争来开始对抗，来行出来。所以我是感觉，慢慢来，咱来行入校园，慢慢来，互因看到自我解放，知影讲用什么方式来做这个咱所谓争取的一个行动。啊，所以你 URM 的课程内底，以小胜慢慢累积成为大胜利嘛，吼。所以我是感觉，我家己嘛，我的无力感呢，因为我家己还蛮年轻的，我看到家己的同学天天搞我吐安尼，我就艰苦的，你知道？因为因感觉讲这政治就是无效嘛，啊，就是大家拢在遐乱在遐吵，但是伊无感觉讲，我会来插这個是因为我看到的台湾文化慢慢啊咧消失，文化认同慢慢啊无去，历史的认同，咱拢去用。教化，我阁要分享一件，昨昏有一个公务人员呐吼，应该是讲连续两天有一个立法院的公务人员来阮遐签联 ACT 法的这个联署吼，啊，阁要足紧张的走来阮遐，讲迄单敢会使摕互阮啊，还我哈，我要摕转，啥喏？伊讲哇，迄立法院会查呢？连续两天，我伫遐坐两天的时候，连续两天拢有即个公务人员来签签的了，啊，过来提转，啥伊会惊啊？我就讲，哦，你要提转伊会使，我送你一本《自我解放》，你等于看一下好无？因为这件代志真重要嘛，这是你的权利，你都唔知道要争取，你家己会惊吓。所以我甲赵大哥讲吼，咱来国民党送一个变吼，叫教育有成。真正教教非常的乖，非常的好，连迄拢咱台湾人呢，迄拢讲好老话的台湾人呢，是伊会惊呢。所以讲，这教育本身，咱就爱去甲突破啦。我是讲，渐渐咱就是咧找迄点出来，就想以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吼。咱的时间吼已经五点吼，咱照咱的四点开始到五点结束吼。总是最后一句话吼，有人昨昏拍电话甲我反映，伊讲吼。恁咧吼，一寡民进党的吼，名嘴啦，上媒体吼，争论节目吼，卖定来讲啥物台湾老百姓，伊讲台湾人民啦，吼，较早是老百姓是，我毋知影这可能到时恁较知影吼，较早迄阵若咧做兵，讲死老百姓吼，迄是咧骂人，敢若讲真无知的老百姓啦，吼，讲人民吼，啊，中国就是中国吼，大陆世界有五，迄个五大大陆啊。就滴落迄个北美洲对吼，吼中南美洲吼有五大洲，才叫做大陆。啊，咱讲定大陆。啊，内地是啥？内地是香港人，香港人咧讲中国，讲叫做内地。香港甲中国吼，迄内地啦。台湾过即太平洋，迄落当海峡外头，迄落啥物内地的问题？搁一句吼，去中国学回来啦吼。啊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早上好。呵呵呵我听个咩土，高炸的高炸的哦，早上好啊，中午好，下午好，晚上好哦。哦，我奇怪是，看，一带着这款镜头，敢那讲做中国人足光荣的安尼吼，当来学因讲话，敢那吼，袂输真骄傲。这其实拢足侪问题，台湾真单纯的吼。啊，拄只朋友咧讲一句老话啊吼，迄落你那个人啊叫你老话啊，你会感觉安怎？老火也毋是真好听的话吼，老火也老了就废掉了啦吼。我较通常较用讲吼，也是咱的吼，咱的前辈啦吼，也是一寡老大人吼，咱的长辈安尼吼，可能会较好啦吼。OK 好，今仔日非常感谢大家，啊，咱后礼拜吼，后礼拜啊，咱大家进步，看咱的啊委员会，然后咱的甲大家讲，后礼拜礼拜是啥物所在吼？好，多谢。